把精子炮门修好啊，毒一把少一把无关大事。咱们今天能否逃出升天，全靠这台太乙雷子炮能够成功引发天雷了。这么精密的武器，核心部分交给我，并且把爆炸烧损的残骸重新维修以高的去。我要的就是你电光腐蚀的手速，不可我自己不动修好，说不定大家都会被受潮吞噬殆尽。 伸出车厢，关闭防护罩，准备发射。是时候引发送他们上西天了。是。核心能源已启动，开启列车舱顶。一级充能准备就绪。太乙雷磁炮在雷暴区中能发挥出500%的威力。
只要能成功勾引天雷，结成雷云风暴，发动五雷轰顶，瞬间就能把九级兽潮灭杀干净。二级充能准备就绪，目标锁定符阵运行正常，太雷磁炮发射准备就绪，让我来。刚刚清空车厢，消耗了部分灵能，一会儿需要关闭防护罩来补足灵能。即使这样，我们也只有一炮的机会。你发射后，目标锁定符阵就会触发天雷。放心交给我吧，等我命令，准备关闭防护罩。防护罩关闭后，会有大量的怪物冲上火车，我们要竭尽全力保护好太乙雷子炮。几乎耗光了列车的能量，没有了灵能的太乙雷子炮就是一团废铁，该死的，我那一炮应该更谨慎一点。幽魂八爪再集中攻击的话，恐怕护盾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太乙雷子炮还是能发动的。老李，咱们都是能力者，体内本来就存储着大量的灵能。哦，没错没错，我们俩的灵能加在一起应该能让雷子炮再发射一次。能力者强行耗尽体内灵能会没命的。这是我们能力者的使命，即使燃尽生命粉碎神魂也在所不惜。所以丁老师，您从踏上列车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做好了这一刻的准备了吗？